原来怎么会出现那个拌面、啊、它出现拌面就是皮太窄了，是不是皮子在这了，对，太窄了，而且它还有这样子、经常出来会这样子，好皱好皱的，这个这样子一整面都是一点都不光滑，这个好皱好皱，而且很小、它皮太小了又会出现一半一半的，稍微小一点拉太紧了，就会出一半一半。拉得太紧就是会出一半一半。对，就出一半一半。